路易科斯塔，罗纳尔迪尼奥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 AC 米兰获得一个任意球，直接快开，时机很好，差一点没塞过去，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一路带球走位。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，古利特切换完美做球，这就是神级守门呐！古利特显然觉得他已经战胜门将，不是吗？他采取了保守的方式，这球分得漂亮，麦孔、鲁梅尼格鲤鱼跃龙门的，这脚射门有些水准。卡尔海因茨·鲁梅尼格应该好好把握住这次大好机会的。巴西在中场区域限制住了对手，防线上撑的是滴水不漏。罗纳尔迪尼奥试图直塞，舍甫琴科没有举旗，及时出现再次化解了陷阱。罗纳尔迪尼奥门将表现非常给力，身体充分舒展，将球扑出。卡卡脸上露出了一阵苦笑，但至少他还算心态不错。巴西快速发起了反击，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。里贝里，球在古利特脚下，鲁伊科斯塔，卡卡，后卫最怕这样的跑位。弗劳德马克莱莱将球传出，这下抢断很漂亮，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，想法并不是不好。古利特，球在鲁梅尼格脚下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刷了一下自己的存在感，进入中场休息。目前为止，场上的形势印证了那句老话：这种级别的比赛，每一场都很困难。双方没能在上半场比赛打破僵局，不过场面并不枯燥，节奏也不慢，踢得可以说是非常精彩。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，上半场双方都未能取得进球，现在比赛将继续。鲁伊科斯塔，哨声响了，犯规。将球拦了下来，古利特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。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麦孔巧妙的传球，梅西终于摆脱了围堵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罗纳尔迪尼奥开始加速，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，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还拿不到球，这是非常被动的局面，必须要赶快的改善。
罗纳尔迪尼奥准备来处理这个任意球，切赫完美救球，这下失去了球权，不过他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局面。莱昂内尔梅西的解围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里贝里要快速带球向前，他突破了防线，会有进球吗？彼得切赫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，他的防守密不透风，左边漂亮，真是妙啊！舍甫琴科，舍甫琴科门将的表现相当神勇，安德烈舍甫琴科一定在想他该怎么做才能进球吧。对方没有一点机会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卡福一记直塞球，一次犀利的防守，这下传球准星稍稍失准，球员懊恼不已，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，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再大一些力量就好了。很好，这是他熟悉的位置，选择长传，准确度还需要提高。裁判判了角球，他在观察禁区里的队友，看看能不能送出一记好球。快速将球破坏掉。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。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他们很快将球抢了回来，弗劳德马克莱莱，卡卡意图很好，但是没能成功，这是个明显的犯规，任意球，这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。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，阿夫茨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，拉斐尔莱昂转移到边路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很聪明的跑位，来到了有利的位置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从这里可以发起反击，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，有机会塞过去还是失败了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真是好景，这一下糟了，他甩开了对手，打一脚，反应很灵敏。现在皮球无人看管，他一脚将球清走，他及时夺回了球权。这个传球我火呆啊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球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脚下，里贝里专家级的拦截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球在贝克汉姆脚下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卡卡传球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球在哈弗茨脚下，危机之中将球解围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帕特里克维埃拉将球拦了下来，
古利德。巴西的战术重点非常明确。科瓦埃尔南德斯，拉斐尔莱昂，球在萨拉赫脚下。Ci sarà un minuto di recupero。比赛结束了，这样的表现很难评价。在防守端掌握全局，但在进攻端呀，又肆意挥霍机会，这样的结果在所难免。那么，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蔡指导，关于比赛的过程，你有何见解？他们今天曾经一度掌控比赛的节奏，并压制住了对手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利。相信他们一定非常非常遗憾。非常感谢蔡指导的点评，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
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，非常开心的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，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，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这座球场以其震耳欲聋的呐喊声闻名，球迷们不遗余力地高唱战歌，让人热血沸腾。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，那我告诉您的话，比赛刚开始，别急。泰国对阵 AC 米兰，现在前场寻找机会，通过脚下配合牢牢把握球权。若论在欧洲豪门效力的左路球员，这位球员必然是各中翘楚。抬脚射门，他们做到了。我喜欢这个射门，这次要传得再晚一秒，恐怕就越位了。无论传球还是射门，都得点赞。泰国在比赛开始不久后就落后于对手，他们将如何应对呢？在我看来，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虽然还有很多时间，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。泰国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。伊杰卡尔德，罗伯特巴乔，安德烈皮尔洛，极其老道的防守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找到了队友拉什福德，脚法可真是了得啊！一脚射门如何？直接外球。安德烈皮尔洛 ，AC 米兰已经取得领先，完美的开局。计划是一回事，执行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过这场比赛在执行上表现得相当不错。扑进去了，又一次传中，成功解围。埃里克坎通纳，反击的机会来了，球在内马尔脚下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是的，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。嗯，可能会有麻烦，不过到目前为止裁判还没掏过牌。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，就看由谁来踢。门将的球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卢里奥塞萨尔，成功断下皮球。安德烈皮尔洛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：“兄弟，到此为止吧。”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他会射门吗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一脚将球轰走。卡福，好脚法，他开始加速。这是个角球。人选很快就确定了，这脚传球有失水准啊！维埃拉确保将对方的传球拦下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，真是妙啊！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球在拉什福德脚下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扑脚很及时。
舍甫琴科分到右侧，让球队暂时脱离了危险。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被侵犯了。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，力量落点还是带有欺骗性的弧线，他绝对一样都不缺的。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，球没打远。对于前锋球员，现在这种形势真的让人十分头疼，根本得不到机会，传球质量有待提高。这是往前走的，内马尔打席尔瓦，AC 米兰反应很迅速啊，就地反抢，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脚下。There will be 1 minute at a time。皮尔洛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。打门。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，就是射门太糟了。这样的传球竟然没能转换为助攻，他肯定是大失所望。这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。这将是上半场最后一个动作了。虽然双方只打入一个进球，不过上半场比赛依然十分精彩。从场上交手的局势来看，这是一场硬仗。AC 米兰1-0领先，中场休息。好的，比赛现在继续。我希望现在双方都能踢得更开放一些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反击的好机会，贝林厄姆，球在拉什福德脚下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往前传，他阻止了进攻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左边漂亮，一出手就底气不足。埃里克坎通纳快速向门前推进，确实像这样被抢断的情况太多了，他们需要加快节奏。帕特里克维埃拉，卡卡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传配合，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。只有懂得无球跑位才能把球给踢活，漂亮的解围，危难之中方显身手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亚历山多罗巴斯托尼抢到的位置很合理啊，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。 AC 米兰自己挖的坑又被自己救了出来，这就是个不得不铲的球，他们被反击打个正着，最后没办法只有放铲，做得漂亮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他看到了队友好机会，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。当时一脚直塞，可以抢到落点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难得的机会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卡卡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球打到中路，有些难看，但是效果不赖。安德烈皮尔洛能接到这记直塞吗？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，及时出现，再次化解了险情。
Substitution in progress. 回来了。内马尔打席尔瓦，想要靠速度突破。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。罗纳尔迪尼奥穿过了防线，他扫了一眼中路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把球弄丢了，双方开始争夺球权。一记直塞球，真是好警觉呀！直接传到前场。塞尔西奥·戈蒂奥多斯桑托斯正在带球前进。梅林厄姆防得漂亮，身体力行卓有成效啊！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。球在内马尔脚下，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，是犯规。是的，裁判判罚了犯规。他得到了黄牌警告。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亚历山德罗·科斯塔库塔，他很高兴能夺回球权，试图直塞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一次很漂亮的防守，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漂亮的控球，坎通纳，切赫完美做球。哇，再多一点点运气就扳平了。哇，这个扑救相当的关键，保住了他们的领先优势，对比赛的走向将会有很大影响。最后一道防线了，有惊无险。塞尔西奥·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贝林厄姆，进攻再次被轻松化解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破功全都无啊！起脚打门，这球进了，有两球保障，比赛十拿九稳。阿菲尔莱昂是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，他相信队友一定会把球传到他的脚下，他只要确保自己不越位就行了。一传一射很漂亮。 AC 米兰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两球领先，对手恐怕是回天乏术了。在这种艰难的时刻，他们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将挺身而出。长传，哎呀，可惜不够精准啊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他找到了突破口。伤停补时时间已到，裁判的哨声响起。当计划得以顺利执行时，怎能不让人感到高兴？在球队背后的指挥官心里，从未怀疑过会取得胜利。一场球迷们最想看到的大胜。那么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蔡指导，关于比赛的过程你有何见解？
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观众道一声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，现场比赛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，让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热情，再加上我们的职业球员，哇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圣西罗球场一直都是 AC 米兰的坚实堡垒，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开始了。 AC 米兰对阵巴格达空军，球在卡卡脚下，是个边线球。卡卡准确的预判，亚历杭德罗加纳乔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赢得了这次身体对抗，亚历杭德罗加纳乔将球拦了下来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帕特里克维埃拉抢了回来，再打回去，姆巴佩漂亮的直塞球，切尔汉奥卢，这个传球不够理想，特伦特安诺德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这是往前走的一些，快尔德往前传，一大片开阔地，好机会。舍甫琴科这次单刀令人印象深刻，差一点就能完全实现一对一了。尝试总是一件好事，只是这一次对方的防线准备得很充分。特伦特安诺德处在空旷的地带准备接球，鲁伊科斯塔，卡卡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球传到了他脚下，地下全攻了，好机会！界外球，卢卡斯·埃尔南德斯要到前场。很好，这是他熟悉的位置。切尔汉奥卢 ，AC 米兰的战术重点非常明确。这个传球我火呆呀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。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，他成功接到了皮球，漂亮的防守啊，就要这么踢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切尔汉奥卢越位举旗了，王牌对王牌，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明显犯规了，帕特里克维埃拉。 AC 米兰希望通过短传配合穿透对方防线，他无人盯防，有大把空间，好听就是好投，他得分了，打破僵局的射门，精彩绝伦的头球，太精彩了。看他这个奋不顾身，一定比球场上所有人都渴望进球，他配得上进球。 AC 米兰率先打破僵局，不过就像主教练提醒队员那样，此时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哇，好球，舍甫琴科射向球门，打进一球，简直易如反掌，他们又进一球。卡卡非常聪明地回做了一下，后面的射门就容易很多了。
我不是说射门不重要，但这个传球配合的确关键。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，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目前的局势对他们更加有利，打进上一个进球的时候，就应该会想到还会有更多的进球。莫伊塞斯、凯塞多、姆巴佩，防守球员准备将球传给前锋。莫伊塞斯、凯塞多、阿诺德，好球，绝佳的进球，眼看进入中场休息的进球，完美的时机，漂亮的头球处理得十分沉着冷静，这一脚传球恰到好处，他要做的只是出现在抢点的位置上。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的比赛，我想他们一定看到了扳平的希望，球迷也是，万事俱备只欠运气。他不是冲球去的，完全是冲人啊，犯规。莫伊塞斯、凯塞多、巴格达空军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恰尔哈奥卢能否把握住机会，把球弄丢了，双方开始争夺球权。鲁伊科斯塔，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，现在前场寻找机会，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。把球传了出去，准确地找到了队友卡卡，有单刀的机会，质量怎么样？成功了！快看是谁在疯狂庆祝，这样的足球怎能不爱。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，他们凭借手术刀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。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，他可以把本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了。那么后卫肯定看他都看腻了，他整场比赛都在不断的进攻，而且毫不留情，永不停歇。
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，非常开心的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，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，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比赛日人声鼎沸，球迷们的歌声嘹亮，充满赞美、自豪和热情，为比赛气氛增色不少。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，那我告诉您的话，比赛刚开始，别急。柔佛达鲁塔克对阵 AC 米兰，一次犀利的防守，这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！他能组织起反击吗？他成功从对手脚下抢走了皮球。罗伯特巴乔就在卡卡脚下。卡卡传头球冲顶，他神奇的把球挡在了门外。啊，一起来看他跑动时越位了。现在前场寻找机会，姆巴佩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打一脚，快速将球破坏掉，德布劳内，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。柔佛达鲁塔克这一波连续的进攻打得很漂亮，丝毫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会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极其老道的防守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啊。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是的，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。嗯，今天是他成为主角的好机会。安德皮尔洛，哦，漂亮，华丽的射门让人赏心悦目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进球，无论是角度还是力量都无可挑剔。伟大的进球，这样的角度没有绝佳的球感是做不到的。门将除了从球网捡球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太绝了。这么早就已经打破僵局，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。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这下传球准星稍稍失准，球员懊恼不已。传球的意识不错，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，再大力一点就好。将球拦了下来，往前传，能接到球吗？舍甫琴科越位，旗子举起来了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当时一脚直塞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，表情亮了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当，这脚传球并不算太离谱，差一点就有收获了。 AC 米兰这个直塞球传的有点想当然了，根本没有空间。安德烈·皮尔洛罚球，这次也没有例外，解围成功。卡卡在左边路打得不错，看看能否利用好这次机会。阿金尼奥斯及时出现，断下皮球，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。哈，禁区里人员密集，进球的机会很小，除非有奇迹出现。直接卡尔德把球处理掉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一出手就底气不足，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。他们获得了一个界外球，阿金尼奥斯准确的预判，阿金尼奥斯想要塞进去，但是路线被切断了。
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巧妙的传球，有射门机会，直接射门，球进了。优势扩大到两球，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。在夺下球权之后，发起了迅速的反击，整体进攻非常流畅，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。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，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是的，现在比赛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，显然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牢牢掌握了主动。球在梅西脚下，莱昂内尔·梅西直接与对手过招，右往右的，确保将对方的传球拦下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皮尔洛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时机不错，罗伯特·巴乔，皮尔洛。尝试打一脚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。这球不射都对不起爸妈呀，必进的球啊！这球看似容易，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。AC 米兰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。如你所料，他们真是豁出去，要踢出个未来啊！看样子他们是不会就此收手的。保罗·马尔蒂尼及时断球。找到了空隙，里杰卡尔德的解围，这可能是中场休息之前的最后一搏了，最后一道防线了，有惊无险。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，这样的比分一定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测。如果你是领先一方的支持者的话，那可以说是赏心悦目。AC 米兰上半场完全主宰了比赛，充满激情的四十五分钟打入三球取得领先。好，比赛又开始了。半场回来，两支球队都没有换人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卡卡发现自己越位了。这是一道铜墙铁壁般的防守，塞尔西奥·戈蒂奥多斯桑托斯拼命跑向这球的落点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里杰卡尔德，皮尔洛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里杰卡尔德，皮尔洛，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啊，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卡卡，里杰卡尔德，人道球，拔脚怒射，天哪，这都能不进，简直难以置信。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，想着这球是必进无疑，可惜莫名其妙的不中。他找到了防线的破绽，这球传得漂亮，调整打门，潇洒的进球，球员兴奋，球迷疯狂，还能奢求什么呢？哦，这球很难判断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他的跑动时机已经很完美，刚好保持不越位，虽然他还有改善空间，不过我觉得他能站住位置。